看你的那个电视吧。差不多结束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多得很。好吃吗？你怎么又拿个手机呢？那这不怕黑你吗？哦哟，好吃。你过来坐一下嘛，辛苦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来嘛。没事，干嘛呢？你又有什么事啊？那我等着你吧。这垃圾桶是啊。嗯。哎，这个好不好用？什么东西好不好用？这个洗碗机你觉得？还行呢。是不是很方便？确实挺方便的，不用人去。对，是不是感觉节约了很多人工？对。是不是感觉它可以节约你很多的时间？嗯。是不是觉得？这个东西特别的好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了，对，确实好。那这样吧，那我又要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哦。啊？你不要说我，好不啦？什么决定？我想买一个放在利川去，利川的家。我们都没回利川，你买回去干嘛？总要回去啊，那才是我们的家嘛，是不是？买个回去你看多好，你看爸妈什么家里人多哇，来这里吃饭什么的，哇塞，你看洗完丢在里面，你看是不是很节约时间？觉得没必要吧，你那个重新安，你那个重新要把那些东西又要拆掉。哎，他这个买回来的上门他就包安装的嘛，所以就拆咯，又不是你我去拆，有专业的人拆嘛。买不买？不买，算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我洗碗。嗯呀，不行，天气那么冷。我有热水啊。哎呀，我那浪费好多的时间。没关系啊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哪里？你那么忙。那洗碗那一会儿时间我都没有嘛，说的真是。哎呀，说是说的你洗嘛，但是每次等下你洗两次，等下难道我不管吗？Oh. 我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是最不想那个的了。我看到你一个人干，我肯定是很不那个的。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心里不得劲的，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？你就别在说这种话好吧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哎呦，买一个嘛，多少钱个？我买，我现在来下单。不要。买一个嘛。买一个。那我做个游戏，你猜到了我就那个就给你买好不好？不。做什么游戏？人又是坑我！不坑，不，不坑，不坑，不坑，绝对不坑！来来来来，不棉签呐、啊，嗯，别弄浪费棉签了、啊。哎呀，这个三根棉签，这个东西不值钱的呢。不是谁刚刚说我的？哎呀，别浪费了。嗯、啊，我拿三根棉签，这个三根棉签是一样长吧？嗯。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给它掐断，掐断呢，然后你抽到哪一个最长的，然后咱们就买哪个抽到短的呢，咱们就不买，好不好？不玩，你这我才不跟你玩这有猫腻的。这有什么猫腻的？好搞笑的咯。不想参加这个游戏。你看，这不是三根吗？三根它是不是都是短的？是不是？一根短，这个短，这个长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参加你这个游戏。然后并排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抽它。哦，这根不行，这样子。但是三个头子是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搓一搓，我变一下。哦，就小时候我爸逗我一样，他那个时候你知道怎么吗？我告诉你哈，他把那个手指这样，老是让我找他那个中指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藏起来，把那个无名指放在中指那里。你来抽。摄影师不能动，你看我在那里拍视频呢。那我帮你抽吧，你说第几根？不要。你是中间的还是边上哪一根？第一根。第一这个第一还是这个第一？第一。哪个第一？你这边第一，这个第一根不是你这边，这个是啊，嗯，去确定，确定，你确定，确定，好，我都没有耍赖哈，但是你就是这个拿出来，都没耍赖哈，嗯，如果说短的话咱们就不买，长的话就买哈，嗯，我们是这么多家人们见证的，老我手也没动哈，反正我也不耍赖，如果耍赖谁耍赖谁小狗，行不行？你确定这一根？确定。哎呀，我都没同意你玩游戏，我跟你讲，玩游戏要在你情我愿之下。哎呀，这东西有什么关系呢？共同去遵守，你自己一个人定的游戏规则，又定了游戏的奖惩，你都全部一个人定完了，我还没有，
我还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。你想啥？你同意我不同意，咱们就由他来决定，是不是？这多么的公平呢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家里的必需品，这个要增添。这咋是必需品呢？没长手啊！啊！来，快点！去。这怎么意思了哈？快点！不是，我煮饭去了。啊、你先拆这个，你不要，要不然那你不要买了，不拆。我自己买回我自己的家，我还跟你商量吗？不行。哼，我又不是没工资，我又不是没有钱。快点拆哟，拿一根确定玩一下噻。不玩。哎，就玩一下情操嘛，是不是？是一种情操，是不是？也是。情调就情调，就情操。不要。要不要？我手都举软了，我举了十来分钟了，好不好？哪有十来分钟？这个录屏的这个，你看这个视频才几分钟，从这里过来。那你快一点吧，来喽。你可是看这个电视看上瘾了吧？玩游戏玩上瘾了。关掉。你真的是。来，哪一个？确定。No。哎，你快一点喽。你等一下，你我说什么你？好吧，第一个。这个还是这个？这边。这个。嗯。你确定？嗯。你确定是啊？嗯。最短的就不买了。啊？天助我也！你自己看，这都死都没耍赖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。没办法，是。安静点。哎呦！我洗了一遍，我又一遍，我又一遍，我一遍，我洗完，我就洗东西，我自己洗得很干净的，洗得很仔细，我还不放心。说实话，没必要，是不是咯？你有必要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不用讲；没必要的东西嘛，就不要发那些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噻。老想得周到。对呀、啊，老婆一转过来弯儿就知道了噻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好吧。我先煮饭。我煮饭，你炒菜。啊、哦，行，哎呦，现在还跟我这样子玩。那你看，继续看你的吧，看你这个，上辈子的孪生兄弟的吧。是你在看好吧，不是我在看吧？我看你看的好投入啊。我一般不看这个玩意儿。看吧，那手机给你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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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